心不净啊，这条魂，咱为了通神啊，阿婆啊，爱咱接的是顺天意。这世人，咱只有向天来传来学，这是咱顺着母愿，咱以清净这点气通，是咱这个魂啊在转，咱对着人转地，地转天，天转道，本自然，这是咱道界天理，接受着咱即马这个定数，现咱有证一点灵性，定着在世间，我讲的通灵，这是咱灵界，所以咱是灵修。即马咧讲的，是咱的灵的驾门，驾就是代表咱母娘啊，咱予母娘啊坐起啊，嘛是母娘的气躯、肝躯，所以咱只是代表性。和母娘来切割，咱叫做机车。显露是上天神，爱咱转的落天理呀。今咱接受是天理，天理就是大自然的平等，这就是咱通灵的法界。每一个人的心的点数，就是你体会有够无够。是咱一点清澈的天，在世间，咱大家拢在灵修，不管你什么教，都在修咱这个三魂，归到咱即马这个主源主体，就是本性，离袂开到咱现主是这个性质，离阿定到原来这个平等、平静的心。是咱这点清澈的天，咱再来顺教阿母啊，这条心显露是正法界，传咱安定是顺意。今咱的灵咧叫母啊，阿母啊也出声，自我也要讲这个道法，也要讲灵语。母娘就这种声音吗？所以讲，这是自然一发生的，自然印在我这个心内底，这个完整。所以讲，咱要找的是这个完整完神呐，咱的主定。这是咱人不可思议的，安怎想，安怎讲，你就讲袂。真神秘，未完全就对了。因为这是大自然啊，你有记得，啊，甲无记得，即马暂时摸出来，啊，你拢爱当团结啊。是咱爱顺着这个天理，顺着咱这个心，这个精锐，是原始这点气，咱来到先天啊。今日这个心定的条，就亲像天，天造先先天呐、啊。所以讲，今日咱要讲的，是先开天这个清气，后有后边的天这个落气。咱人是半清半落，所以讲，咱今日做人，咱才会当倒转来，咱的上流，这个上的顶端一直起去。咱叫做倒转来，虚无、太极、极无、无的顶端，来到这就拢平等啊，就无分讲什么机啊啦、文武机啦、乱机啦、狗啊机啦，咱即马讲灵机啦，是你修天法，要让你这个层次的进步，但是你都讲到先天法啦，安那个在分什么？什么机的改善？这就是咱人，你了有够无？
你平常时体悟有足无？这就是道理啊！道理是伫法的咧变啊！啊，我真正咱的心倒转来咱这个灵体啊，灵神伊咧采啊，采大自然的清扬能量。这就是咱儒家的信息，个人咧进入到虚空。这个本性啊，这个内底啊，你的正法啊，咱要采是采先天的精华精粹啊，唔是咱后天伫只咧过滤，伫只咧观想，伫只咧思考，这个差距是真大啊。从修行变啊修行啊，通灵变啊通灵啊，灵异变啊灵异啊。内底一项的无同啦，今咱是咧讲，咱只嘛咧讲的话就是气啊。你这个气有饱有足无啊？你有真正的气，才有真正的神出来啊。你气若无清，咱人是半清半落啊。落就是咱只嘛讲鬼啊病啊。你的心有这个过病啊，有咱只嘛凡尘的这个属性的病啊。啊！你心若清，就是神啊！哪有鬼神伫遮难调咧？是咱咧讲的这点灵气，咱做人一世人要背负你背负病啊！莫有安尼分别心啊！莫有安尼执着啊！莫有这个妄语来伫遮传道啊！是咱转入清净的天地啦！咱再来行到到。咱这条神的本性啊，都来清净的天意，看有任何咱的心神啊，这是咱转的天性。今咱爱是上苍，这个天河，咱才有无形界度咱这条心，就是咱的本命星，这就是咱原来的天理。转过着神啊，儒家知识，青天法界道天性，太空无形静出心，落来转达咱的灵性，教咱度化一世人。只有咱即马做人，才有这个时空间，咱才有这条灵源的灵气，集合伫咱即马这个道理内底。咱做一个探讨研究，这是咱的法演出到无形上，咱的灵归天顶，是咱原来这点灵气，母娘给咱带到位，你直接听经，显露是正天灵，到咱原来落青天，灵魂有照无异。开源转咱顺心啊，这是上界早的古神，古神是永远未忘的。这种大精神、大自然，本来咱就有这个意啊，这是原来咱的灵气、灵魂。所以讲，有的神伊的阴司故，那是后天神。咱人去学文字，啊！你读足侪文字，你脑海内底，你才会当做诗句结语。今仔日咱是佛为天元创书者，就是咱叫母啊，原来无文字咧讲的这种沟通，咱只有用话，敢若亲像你用笔咧画，咱咧讲的话。这个含义，这个集中的力，叫做古文。上界古早古早，咱叫做天文啦。是天咧教咱讲话，是咱即马受到天公的教育，献咱一条正天性，拍通原来上天性，另外伊的灵性，开源五顿来。
咱的本性，咱来有顺家的灵性，这是顺朴的。顺朴就是树啊，讲规丛好好，无错，未叮当啦，未错误啦，是咱这点灵气，是咱行的通灵的知识，真法天意落天界。修咱清净元神彩啊，元神爱有光明，爱有咱的金光彩色，这个彩光，这则是咱现主时的祥瑞。天乎咱的这种水气千条，咱的光会当发射遍照每一个所在，这都爱气啊，爱风啊，爱咱现主时的度数啊。咱人要有风度啊！你行走这个地有这个威啊！现咱本源的灵性，开源转倒转来是天命。有咱顺家这个灵性，有咱转回这条天，这是原来的灵性，归咱道家一尊神明。今仔日，咱的心有这个神，你这个明体，你这个明白明朗，当然你甲天公咧讲话是相共啊。这一点一滴都未走抓去啊，未走进去啊，未弄破去啊。食紧弄破我嘛，啊你若食慢对人袂着嘛，爱嘟嘟啊好，讲话啊下意人听。讲话重点，你爱使会出来，爱靠气，精气神的气。这是咱的原来，咱天所造化先天的气，唔是咱即马大家吸会到的空气，唔是咱食米，咱体内这个使这个力气、热气、热气，是咱观的住，咱才有三元呐、啊，元精。元气、元神出定，回母娘啊，这粒种子，这是咱传法的天性，密码。母娘啊是用心传心的，一字一句，咱咧跟随母娘，伊给咱的这种重要性，就是话语，就是表达。就是形象，咱现主持的状态，是咱顺着正理的心意，咱要超越人，通灵最基。今仔咱只有照天意，上界平常的，上界自然平等的，这都无分别心啊，啊，这嘛无执着心，嘛无。妄想、妄念的想心啊，这就是咱所有的这老的想、净空老的想，上爱讲的这三句话。这三句话含义啊，就是表明咱的三界合作会咱的一心，是咱一点正天的灵气。一贯道理讲，爱咱有三宝。爱咱有合同，今日的三宝就是贪嗔痴变过来，咱的智能用离袂开到共的，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民族，你受到阻碍，你这个毅力要有够，你志向才有法度达到你现主持的标准，这个程度。这是咱人爱行的，咱每一个一念，每一个人的打算，每一个人的意识，拢是主宰的天性，拢是要甲咱撩的，要让咱有相当的这个巩固、牢固，今日只有固定咱的性，传出着咱的心内底。这个神的精锐，
就是咱的光，就是咱的金花、金光、花光，甲咱的曼陀罗，所有的花样，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咱爱顺家现主时的心，所有的经典，拢爱用金花、莲花。过去这个花叫做中华的花，但是咧音，咱来甲讲花。啊，即马用到咱莲子是的花，所以讲安尼，咱才会比较更加了解。今日金花就是金光，就是金庙，伊的原体、伊的原神出伫遐，所以咱尊敬着母娘，伊伟大的精神。伊疼爱大家，拢是同款的心，无分别讲大囝伊较疼，大查某囝伊都无惜。这就是咱传法的天理，咱要倒转来合同，就是道家。咱分一家，即嘛就是要倒转来合一家，不爱分五教。今仔日母娘的教育，就是有教无类。无分类的，无分你是道教、儒教、墨教，还是咱即马讲回忆、清真，这就是咱即马东法、万神东法。咱要倒转来金刚体，金刚不坏不损，老母娘啊，伊的真性，伊的怀抱内底啊，这就是咱传法的要领。一个人。你的思想，一个人你的训练，一个人你的结果，这就是现主时咱咧讲的有成老母娘娘嘛，和咱咧讲的这种天道，和咱人入伫咱即马这个人道，会当开破咱人要行这条光明的大路，是健康，是平坦的。无歪过起出来，无坎坎坷坷的，这才是真正咱要行的。这个道内底，这个理，就是咱的心已经变成人。这就是传入咱的天界，无形中啊，甲咱点点醒、点明。今咱只有欠一点啊，咱人拢是欠一点啊，为升天。落来后天，咱后天的老母腹肚内底有这个肉体，咱灵体落做伙，咱生出来立一个，生出来一定要泡口啊！伊若无自然口，你也泡口啊，就是立一个。咱乾卦变离卦，啊离卦，这个咱才有坎卦伫腹肚，离卦伫咱即马这个头壳内底。所以咱只有欠这个离卦，抽咱腹肚这个乾卦，这个顺阳的倒转来补，咱离中虚，安尼才会当合三条。三就是咱阳的开始，就是顺阳，就是你这个气已经清透啊，无杂点啊。一个叶啊，一个酸椒，其中若有一点瑕疵，这个叶啊就无价值啦。所以讲，咱今仔要讲的是价值性，灵修上大的价值性，即粒珠宝，即粒金珠，即粒明珠，即粒摩尼珠，即粒金丹，是咱道家这个天理要求证，是咱家己的心，敢有恢复咱原状、原状啊，原来原形啊？是人缘，这个天意，是见母娘这条心理。今咱用讲的，速度比你用唱的搁较紧。所以讲用唱的程度，就甲即马办事，甲咱莲子时咧救世，莲子时咧共伊灵体。所以讲道理用讲的速度上紧，反应爱上精光。这每一本经册都有写，
是咱用安尼来比例，今仔咱一定爱讲道理，讲正门的，讲正派的，正神，这个神力，这个神光，会当照着咱现主时的所有。这就是咱专注着清界，咱人这个心啊，你会当展开，无边无际，这才是符合着咱即马最新大规格，大自然自然产生，自然升起，咱的能量，就是咱的电波，嘛是咱的电源，嘛是现主时咱的资源。这是上苍的天理啦，咱要讲的是源头嘛，咱的灵源泉嘛，啊，这个泉只有水，只有气尔尔，安尼咱才会当顺着这个规格，好的规格内底，是原来这点灵气，是咱行做伙这条心。灵机有的是直浪的，安怎讲？赛直后的，这个气哦，伊是直浪的，无球软，袂当拗，袂当弯，起坐前呐，爱只有行正直尔尔。所以讲，这个性还阁伤刚强，因咱是半天半地啊，天才是刚强的啊。地是如何的啊？咱人是伫中央啊，唔再讲到咱咧起卦做天人地，五爻六爻代表天，四爻三爻代表人，第一爻第二爻代表地，所以咱人是不三不四不成卦，只有倒当个天，咱才会当阁成一个卦，天人合一，是咱儒家这点灵气。是咱来讲到通灵，真理是咱的本性，儒家是咱的天性，爱咱转的集定。今日这个心定安无？定有条无？所有诸无？就是你即马这个气内底这个精华，咱的水话，神伊是爱咱人人好啊。所以讲，伊讲的拢是真心话啊！甲咱这个心嘛，莫安然，伊今日做唔到去啦。这就是咱做机的要领啊！做机是代表神的职司，司就是司法啊。伊爱做工课部门啊，或者职务啊，爱做好，是咱见无这点气，是咱真理中。要采到咱的静心，今咱知影物极必反，物件若较真棒，你着倒拗，着一直退化，甲咱人同款。咱人用挂历来杀，坤性就是查某的，以七岁为一卦；咱乾性就是查甫的，以八岁，查甫的发育较慢。咱所谓造精有无，嘛会当到八百六十四岁，还阁有精水。但是坤卦查某的七岁七百五十六，要阁会当造血，就较少啊。我今日咧讲，就讲咱所有的这个大自然天所设的，咱福气甲咱现主时的黄帝祖啊，甲咱。文王、甲咱的周公、甲咱的孔子所写落来，这个十亿，甲咱的卦爻，咱所有的事，这就是咱要定咱人或者皇天。皇天就是咱即马理气象，这个象天，象天是数字，所以咱只有用数字来推测咱人的寿命。咱人的抗战，咱人的少年老化，所以咱这个人大撇的一撇，中一撇小撇的插掉咧。人你若做好，你为涂骹
就倒转来甲天堂啊！你若做无好，咱这个人一半，你甲一半的时阵，你就倒落落来，顶面你就免想要起来啊！一半你就搁落来，咱即卖咧讲的，你伫这个地球啊，伫只轮回啊，这个人就这么重要，伊乃差伫咧一半，就是你的功课。你现主持的灵官下无过，是咱原来这个灵性，是咱真理中，咱要找出着本性。今仔咱要见咱现主持的创结老祖，这才是咱咧讲的天理啦。咱咧今日着正当正觉这个天理，今仔咱讲话，就是要见咱。开天辟地，开天开地，未成咱这个盘古，盘古再来开咱这个盘圆，顶面就是天，就是圆的，下面就是咱只要讲盘扁，就是地方有四角，这就是咱只要讲盘古，伊嘛是三条魂啦。今日要讲伏羲定先天八卦。文王来杀出到咱后天八卦，其中啊，阁有一个皇帝做啊，神龙嘛，皇帝嘛，嘛是咱的皇帝啊。所以然后再来甲咱即马这个周公，伊则定尧尧舜，啊来即马来讲，咱彖俗有十亿，孔子啊，伊则甲咱写阁较明。但是即马万教教法啊，咱的易经是万经之首啊。即马解说白话，你了看咧，这个卦你了画咧，了去有这个甲应听，你卦你就小寡捌啊。咱所有莫讲啥，你伤认真啦，你的深度啦，只要你捌，甲神就讲话，甲咱人啊，不管是讲你的坎舆，坎就是天文，舆就是地理。地理就是三一名谱上，这是咱咧讲的灵性啦。看就是咱即马讲看天星啦，看咱的想法啦，看咱现主持的南斗北斗啦。所以讲看天星法的过去拢是看天星法嘛，因为过去无文字啊，要爱有这个文字，要有这个经典。地位你方式内底啊，做皇帝内底的家族啊，你才有法度读到夜经啊。过去咱要读夜经有无？你要读初步的，较早高殿来啊。读初步的都要二三十万啊。佮有中配，佮有幼配，佮有上上，带你出去外口应聘的，大幼配开价来要上百。啊，这上百就啥？伊学晓，要佮来教一寡学生。啊，要用问代志，将着这个本啊，甲这个字，搁本拢要搁收倒转来。这是过去咱所有讲的，你学这道的，要搁伫这道赚钱啦。但是我无共，我是金母娘娘，咱天生这个灵脉，甲我引导的，所以讲一定，我一定爱。饮水思源，母娘啊，伊用着伊的精神无计较的，所以讲我要对母娘的精神的做法，是咱不处不贪啊。我自44岁到68岁，我就是这种做法啊。别人提予我的，我一定落功。我绝对袂讲个人，你茶啊，还是讲你现主持皮包啊，脱开开用落钱。你爱，你就去当红果的顶，甲神讲的，这要让你买香的，中的要让机神食茶。咱袂当一直想别人的物件啦。今仔你要想别人的物件，就想啥？想咱这个心爱端正，想咱老母。伊真正这个道法，这才是咱真正要处的啦，要爱的啦。但是处不可得啦，
你若讲幼稚有无？啊，你著诽谤母娘啊！伊无法无相，无这个体，无言。所以讲，咱只有向往，只有尽量学好啊。母娘这个心交代咱的心是开阔的，开阔哪有什么好得？是咱这点灵气，是咱转到清界的心病。落来一条正天命，转愿见母顺天意，落得这条清天，是咱原来一点灵气，是咱来行顺母啊这条心。今日修行就是咱家己爱捌家己，这是上重要的。今日这个心，你这个心都无明白。你这个心都无奇怪，这个神、这个书来给你看相，啊！你这个心要安怎明啊？奇怪明的明啊，不是出名的名呢。所以讲，这个明书就是去事，嘛来给你教；暗时嘛来给你操灵体，这才明心啊。所以讲，修行常咧讲明心，明心，伊都唔知内容生做安怎，是咱道家这个天性，是咱要讲清楚这世人。咱伫即卖咧训练当中，咧学佮复习的当中，你一定爱捌咱先天的本性，超越咱人种，咱咧讲啊讲啊做知识。入来咱现主持的如来藏，讲号做量智，就是咱的智慧，就是咱的金刚不坠，永远无变的这个真心，这个真心，显露是正法心，教咱转的是无形的清，教咱爱是清心，清心。你的心就袂乱啦，这个怒气就袂硬起来啊。神，伊是爱你的清心啊，爱你的清气想啊，莫乱染六尘啦，莫染尘埃啦。咱求生兄常咧讲，伊都娶某了，搁两界尘埃有无？实在有影愈艰苦，愈想愈无价值，何必去惊尘埃呢？就是讲后壁搁交女朋友啦，这就是咱咧讲的通天本性啊。咱人爱好好啊做正直，莫贪啦，嘛莫妄念啦。乾坤要合作会困难啦。除非讲单纯的你对头啊结头的啦，来结婚的啦，是咱一点灵气。是咱来转到先天的本性，这是咱的源泉。今仔源泉就源味啊，源味就是咱即马大自然的道味啊。咱所有是咧讲大道啊，所含的有形无形啊，这一个无啊，这就是咱传法的天理，咱的思想思考的心意，青天无形。转路性，开源转破，咱一世人。所以讲，人有诶是学一半诶。你这个课，你若无位头啊听，你敢若早后壁，后壁你讲诶比较拢较朴素啊。头前一定爱暖身啊。所以你咧讲课，我要讲课诶进程，一定爱抄二十分、三十分，我则无谈，则袂恶恶叫。这就是爱先暖身啊，土素嘛同款。咱咧讲棒球、高尔夫球、篮球，运动员，咱要做工课嘛爱体操。较早我有过大陆，有一两百个，透早就爱做体操，做二十分，上无爱十分，
手矮矮嘞，脚骨骨嘞，头矮矮嘞，安尼做精做工课啊，你才袂讲失格差，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气啦。做工课，咱都要有一个准备来应付，这就是咱的时空、时间甲空间。原来的本意，清净咱的脑神，咱有原始这个灵性，今咱有灵训练这个所在嘛。我已经甲咱指点证明啊。啊，你若要讲外场的，就是咱即马讲河尾嘛。啊，你若内场的，就是中埔嘛。啊，你即马要讲。咱西头山、甲仙山有无？爱着拢万灵伫遐滚啊，也无一个头出来撮啦。是咱以一点灵源的灵气，咱转过着净化这个心。咱要爱就是上界源头啊，无杂灵伫遐乱，无杂灵伫遐咧哀求，要叫咱甲求有无？这就是咱未染尘埃啊！灵有咱现主时的灵咧求道啊！啊，你若准讲去接到这门的话，你就昏去啊！所以讲，咱行道啊，咱这个心一定要清凉、清芳。你做的才会讲做到好工课啦，好职事、好职务啦，是咱这点灵气。是咱行顺步啊的心，这是咱回到的灵性，暗上是咱转过来的清净。过去咱有一个卖菜做的老师兄，伊打49岁才开机，开机的时阵拢困蒙阿婆，暗时走蒙阿婆，甲困连打。啊，你啊看，伊若出嫁，爱穿满衫，爱穿校服。每一个人的命底，每一个人的老师，每一个人的心愿无同，是咱有安尼一点灵气。今仔日咱有西王金庙、天山老庙，安尼咧甲咱教示，咧甲咱看家，咧甲咱运用，你一定爱学好这条路。你才会当上架，你今仔日这个品才会当提高，你才有这个大结果，这个果品可以回家。咱倒转来道家本一家，这都爱有咱的道品啦、啊，这都是爱咱的道，咱连主持的门法啦、啊，咱每一家的门风你要提升啦、啊，显露。是天意，转咱道家是心清。当然道，伊是无一个规律啊，无一个规矩的啊，无一个标榜的啊。但是咱要处咱的心，这世人咱要道的，对起家己，对起着咱家内，对起着咱的亲情，对起着咱这师兄师妹。所以讲，你若有看到。迄、那个《太乙金华》迄本经，伊就咧讲，较早扣团扣心团心心法的上界悬的这种功夫，但是即马这种功夫失传，要有心团的真少，拢是修道地，拢是亲像这个庙师或信徒足济咧，要有这个洋香，要有这个金功德金。走精去，走蛇去啊！所以讲，咱爱是心法，是心团。某娘的心，甲咱的心印心，这叫做合同，这叫做契合，这叫做咱的三宝。三宝有诶讲叫做道书经，有诶讲叫做戒定慧，有诶讲叫做佛法僧，有诶讲叫做上下定身。你讲就讲这个品格啦，啊，
啊，有诶就是讲三毒变起来，变咱莲子时诶中孝型，就是咱诶智能用，种种诶表现，咱诶三魂爱有水火风来配。现子时，咱咧讲诶修行，爱有心、口、意，安来配合着咱诶三合，就是咱即卖咧讲诶三合。心主神海宝为因五术修抽，啊！你唔当创做创作，因是心主宝行，行都无好个啊，合袂活来，都天地辟天，伊是永远为上立位；地，伊是永远留位下面落去个，因两个无作用，所以讲天地辟就是无好个。你惊你个，我惊我个。你过你的阴阳桥，我对我的独木桥，袂应听啦。这个道理传袂落啦。这就是咱今仔日讲挂历，甲你讲，咱人世间你袂当自私，查甫也自私，查某也自私。啊，这个公盘啥物来说？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是咱转入清界心。是咱原来的本意，是咱度化人世上，今仔咱是人，双宝娘啊，用心，互咱知影，咱凡世间的心，咱直接呈现出来，代表宝娘一真高贵，一真珍贵的话，所以你直接咧讲话，爱用轻声细碎。你袂当用到大声咧吼，无规矩。这就是咱会当照着天地，因所有讲的柔和感，因的产生拢有预告。今仔日天气要晴天，气象台就甲你讲，这个气温早到，二摆咱连主席这个气象伊要报告啊，这就是预设。预定，咱人要做代志嘛，爱事先拍算啊，事先计划啊，安尼这代志才袂去牵着啊，才袂去耽误着啊。落来天意顺道行，教化显露清天性，无形的本性。咱人若无出咧考试场啊，你无法度看到你家己啦。现主持有咱的电视台啊，你个人咧做工课，你会当去比较啊。这就是咱后天学啊，后天有这个场所，啊你搁唔去应征，啊你才会当提升你啊。无干来讲，人人有无？咱来当做伙哦，会当带动你的心灵提升，对社会才会贡献。你若无考啊，一个考就倒倒倒啊！你若接考啊，你就当作迄是宝啊，永远袂倒。是咱用安尼来推荐啦。今日我毋是讲啊，对虾米较重要啦？迄是时阵嘛，这是这个空间嘛，所设啦。人要听这个地理。多开始咧行运嘛，啊有这个金宝来带嘛，今仔宝头有足多咧嘛，有天山宝啊，有雷山宝啊，有昆仑宝啊，有凤凰宝啊，有玉山宝啊，有青山宝啊，有雪山宝啊，有咱佛庙，有咱地庙，这就是咱的脉嘛。阿妈，你若归什么脉，你就归这个宝啊，这个灵脉嘛。啊，若无你拢归山脉尔啦，山脉就是讲你倒一支山较悬有无？你归伫遐修行尔啦，你无法度爬去咧天顶啦。是咱一条正觉正理，咱爱顺着通灵，是咱顺着母娘的心，母娘的心就是这个意，意就是气的构造，气就是咱即马这个声。就是咱这个音的法门，这个音的法门，就是咱即马变过来，就甲转过来，
咱现代人咧讲的话，我讲的是闽南语、河洛话。咱台湾即卖咧讲的河洛话，慢慢过去拢要讲北京话。这个宋楚瑜啊，做新闻局长的时阵有无？咧讲所有的学生，若讲咱连主席的河洛话，爱罚钱有无？啊，无就爱密报有无？你甲黄卫兵的时阵同款啦，所以宋楚瑜违法着这个天理、地理，甲咱人的这个祖先的理由无？永远这粒星都花去啊！你有看？人莫先计较啦，顺大自然啦，安尼来应世啊！你这个空间再宽啦，你这粒星再广啦，是咱一点的灵气，这是事实啊，这不是。我咧诽谤，这就是要咱人提醒咱后代，你做人这个心肠腹内啊，你袂当鸡啊长鸟啊大啦，你袂当意识啦。语言每一个所在嘛有伊个土话啊，所以讲你即卖要甲咱讲，咱个山地话啦，用十几族啦，你要甲改做一族个话，哪有可能？因为细汉就培养啊，迄个精子、迄个基因就伫内底啊，迄个细胞就伫内底啊，有迄个根底嘛，未背错你啦。是咱顺着这点灵气，是咱转着清改咱的心。今咱只有用真心，过去的咱会当提出来讲，因为这是实例啊。安尼咱人造一个印证啊，才会当应聘啊。你一世人的背叛，我不爱去打错去啊。虽然新鲜啦，拍过有时错啦，但是咱要立刻、立即改正，是咱一点灵气。今仔日只咧讲道法道理，唔是足好讲的呢。咱唔是名嘴，咱就是几挂名，这个名嘴，唔是出名迄个名嘴。今仔日道理是行正门的，唔是政治客。咧选举的讲好话，选了有无？无半撇。咱这种道理是永远生效的呢。所以讲，这个天要抓一个机，是要看这个人的作风，这个人的操练，这个人的深浅，这个基础。这就是咱要行的。每一个人，咱的心智，因咱有万法万业啊，属龙刚相各行各业啊。今仔咱咧讲的是道业，道业就是至心的业啊，上界好心的业。这个咱的，这个经业，就是讲咱所讲的，咱这个事业啊。今仔咱每一个人拢有事业，但是咱咧讲的是道。这条灵提升，咱今仔的这个业障啊，所以讲，咱每一个人，你咧做什么工作，你都要定一条你的方向，你莫偏偏，偏偏就有计较啦。是咱行回这点灵气，世间咧行，某娘只有讲，你行中庸，中庸是你的心智咧。唔是讲你袂当登阮世间个呢，伊这是活灵灵个啊，活性个啊，活用个啊，活力啦。唔再讲母牛，伊会当死个，伊会当暴死个，这个法就是咱每一个心，细汉个心伊嘛讲会出来，少年个心伊嘛讲会出来，青年个心伊嘛讲会出来，壮年个心嘛讲会出来。甲咱现主持，较咱较老、较侪岁啊，这个心也讲会出来，更加老，伊嘛会当表示。母娘是全能啊，伊是万能的啊。咱拢是对母娘才生出来，咱唔才有囡仔来甲咱现主持的侪岁。你若有修炼，你这个命、生命阁不死嘞，辛苦四年呢。你的命、生命搁伫咧啊！世界有做死安尼久啊！这个时空都拢伊的财产啊！大家嘛要拜佛祖，
道祖嘛同款，圣祖嘛同款，咱连主席上帝嘛同款，无声显现拢同款。咱人要讲的就讲你的精神啦，在世间你的名利啦，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一世人你会当上极速，现咱传来是天意，落伫清净啊这个所在。今日是照地理啊，咱人住这个环境啊，但咱人上界特别，你只个头壳会当举起来看天，咱要倒转来原来这个本命，这个所在。咱人若咧垂头丧气啦，咧戴垂尾啊，头你举袂起来看地，就是地府一片乌噜噜啦。所以讲，这就是咱人，你会当顶啊看天，下啊看地。咱人若平时，就讲咱每一个人好也善，啊是有读册无读册，啊是伊的清查，咱拢是平时对人，这就是咱人爱做的。你若大细目，这都袂使的，无符合着修道的规矩，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气。转过着这么清净的心，这是咱原始的灵性。转过着这么清净，有诶，敢若这个文足好写、足好想诶，伊拢无爱去做工课，逐工求伫厝诶。你若出来外口应聘有无？哎呦，你无照顾你个工课啦，这就是执着。今仔日咱以这个色，嘛爱入空。色甲空伊是相关联的，先天甲后天伊是并入来，毋是你讲先天你就先天足空足上，你即马咧讲的后天拢无进步，这毋是咱人爱做的啦。修行人我拄足侪安尼的人，干会晓讲，啊文照抄，照这个经典所抄，经典是咧互咱印的。你要知道经典内底这个意思，无你这个经典写写，嘛爱讲你现主持的这个意思。啊，无我就免讲，念的一时母娘讲伊的文，啊，我直接阁用神来解说，啊，阁用到我本人这个意思。这个三站，就是咱的三界，直接要讲予咱即马修行人知影。啊，这何必苦呢？这为着咱这个道路，为着咱这个道性。要合家，所以讲咱用到道心一家，咱不爱用教，因为今仔是有教无类，无分咱连主席的党同花叶，共党的我就顾共党的，无共党的我就甲你骗笑，就甲你背边啊。这是咱做人孔子伊的体会，是咱一点灵气，咱佛的。伊是排除咱这残障的，你若有小可破相佛的，就歹修理啊呢。是咱有这点灵源灵气，咱再来讲顺教，咱母娘的精神，你就讲伊安怎有无？有读册无读册？你今仔日都目睭看无用听，母娘拢甲你收收起做徒弟，拢是伊的囝。这就是咱咧讲的虔诚啊，修行中啊，你拢要敬好的，啊好的，咱就搁修。是咱好歹，你都爱照常教育，随人的缘分，随人的福报，随人的心灵，你提升还是进步，还是退化？这才是咱爱做的功课啦。啊，无咱会讲啥？咱是道家、合家，啊来讲，咱每一个拢有母娘。这个基础平等，今仔咱人，你这个心内平等，天道啊，你倒转来这个天道，大自然本来就平等啊。大自然个温度咪大自然啊，都变苏自然啊。是咱爱知影这个功课内底啦，咱从吉老祖啊，这个文字咧甲你讲心内底你这条神经线啦，你要哪通达，你这个灵要哪归做咩？这就是咱传话的天理啊，一世人咱要行正常，叫做精光，
精华精粹，咱这个灵光要有这个金花，要有这个金丹，要有这条道路，要黑暗嘛？献咱一点灵法界，导咱清净顺天来，无形安住乐性，今拢欠母娘这点精气，甲咱灌呀，甲咱灌输嘞。你若思想母娘这精气，更伫咱这个心，你内底这个心的气更，我相信你的智慧会出来。我相信你暗的，这黑暗嘛，这染毒啊，这染物啊，也离开。咱人只有欠着这个机会呢。今嘛母娘，伊是这个时空，这个中间，这个期间，要补充着你今嘛在世间的迷乱。你接触去吃，所以你无机会受到母娘的正课，受到母娘的正养，来补你原主是半阴半阳。所以讲你失去这个机会啦。咱人拢是失去这点，要补你的完全呢，补你的成功呢。所以讲神是甲你点，要点你这个先天不足的，要点你复原这个果神。永远袂死的，这才是咱真正佛果，是咱原来一点滴，是咱要行的清澈这个心。你唔通看这个课呢，这个课咱录音出去，伊是无大细声哦。你直接咧听的是现场的哦，这个气直接塞入你的这个头壳内底哦。啊，这是精子，咧传咱现主是这个真正。这个雷电哦，这就是咧定因呐、啊。咱咧讲因果的因呐、啊，所以讲菩萨爱有这个好因呐、啊，就是这个天地大自然的能量灌入去无，伊才有这个消息啊。所以人伊唔捌报啊，到处去撞啊，啊伊卖哪唔来啊，来报道就好啊。你家己又搁未晓，啊又搁无爱学。当然，你也是同款嘛，后世人也阁是同款安尼嘛。你这个心病，你这个害病症，你后世人嘛是同款安阁爆出来，正乖得乖嘛。是咱顺着这点灵气，你阁无要超脱，无要超越，啊！你伫遮，你就是讲正常就好啊啦。啊！你若要超脱，你就爱努力阁拍拼咯。无样啊，是加油站啦。但是毋是世间的加油站，迄是机雷啦，是天的大自然的加油站嘛。这间加油站才有大嘛。我常咧讲，龙华秀威嘛，这张树你若看有无？你就知影天顶生做安怎嘛。无样发生，你若看有，你就知影讲素不相嘛。所以讲，是咱这个灵暗时嘛爱操，咱人这个事你嘛爱练。只有做日月明，你才会明心。啊，毋是你胡白想的，毋是你看册的啦。看册哪有法度，互你明心？拢嘛是胡白伫遐咧滚尔尔。是咱一条正天的法界，行出着灵源灵性，咱人都上好看。你这个灵有活无？神有甲你操练过无？你出声你就知啊，你行家你就知啊。佛的。上界精啦，伊嘛爱阁困佛，伊嘛爱阁调山，嘛爱阁练体力。过去，阮伫天山啦，迄有一个狗屁道士啊，伊甲你讲个啊，道士啊，伊讲伊是无成样个道士啊，但是伊每一工，伊都爱对山顶，因内底拄啊三个修行人个尔，一个因老师，一个孙仔，一个伊，爱为。望祖山啦，江西咧望祖山，为山顶行落来，山下买物件，一撮路要三点钟以上，还阁派物件转去，逐工拢要行五六点钟，人散散啊。但是这个脚头有换有无？伊是用迄个布啊弹的有无？迄脚是真正大只的，有操练无操练，到你看到现场，你就知影讲这个人有练过无啦。今日你出声嘛同款，你今日修行
你这个庄严度，你咧讲的这个法力，你的精神，你的威，你的涵，你一个出来人就知啊。啊，使着搁讲啊侪话，是咱要来见真啊。今仔咱是依假要修真，你唔通讲依假要搁修未？安尼我看也是清清菜菜就好啦。是咱保留这个经济，真正要痛，真正要做一个修缩，要做一个修院。今仔日咱找老母去找，伊真正惊做鸡。显露是上天性，开元悟出正天性，无形安住才是咱的本性，开元转咱清天的心。好啊耶！哎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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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哦啊咿耶咧咿咧呼啊咿耶咧咿咧呼咿咧呼咿啊啊哦啊咿呀啦啊啊哦啊咿耶咧啊咿啦啦哦啊咿耶咧咿咧啊哦啊咿耶咿咧哦啊咿耶啊哦啊咿耶咧啊啊啊哦哦哦咿耶。哎呀哦耶哦耶耶哎呀哦耶耶哦哎呀哦啊耶耶哦啊耶耶耶哦哦啊耶耶耶哦哎呀耶耶耶哦耶哦耶哎呀哦啊耶耶耶哦啊啊啊哎呀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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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呀啦哦哎耶咯哎耶啊哦哎耶咧哦哦啊哎哎哎哦耶哦啊啊嘿哎呀哦哎耶咧咧哦耶咧哎呀啦哦哎耶咧咧啊哦哎耶咯哎。哎呀啦哦哎耶咧咧哦哎耶咯哎耶咧咧哦啊啊哦哎哦啊啊哦啊啊哦哎呀哎呀哦哎耶咧耶咧哦哎呀啦哦哎耶咧。哎呀哦啊耶啊哦哦啊啊耶啊哦耶哎呀哦耶哎呀啊啊哦哦耶耶哎呀咿耶耶耶啊啊啊哦啊咿耶耶啊哦耶哎呀哦啊咿耶耶耶啊咿耶耶哦哦啊。哎呀
有